小书生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，但只要你唱过梁静茹的歌，就一定认识她。她就是梁静茹《勇气》MV 的女主角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说。她还是光良第一次 MV 的女主角，名字大大的标在光良的旁边。年轻时的萧书生，不管是自身条件还是外界资源，都是很好的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还是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长相。萧书生就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代表，五年三次被抓吸毒，甚至在缓刑期间复吸，眼窝凹陷，黑眼圈严重，出来时浮肿虚胖，出狱后9个月减26公斤。去年12月，40岁的他被曝插足他人婚姻。前几天，40岁的萧书生与26岁的男友梁全安做书面登记，正式结婚。对此，你们怎么看？